组合的三大原则。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主要分为杠杆原则、紧密排列原则和排序原则。那么我们组合标题呢，不是同学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啊，说我们随意的拿自己的这个产品的一些属性给它堆砌在一起啊，那标题就这样吧，不是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展现，或者影响我们前期的关键词的一个啊竞争环境。那么首先杠杆原则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啊？其实很简单，这个杠杆原则呢，就是要把我们标题的首尾放成一些我们高转化的关键词啊，也就是说我们新品前期找一些相关性比较强的啊，转化率比较高的啊一些长尾词啊，把这些长尾词呢放在标题的两端。那么中间放什么呢？中间放成高转化的、高展现的啊，就是高展现的啊，不是高转化的啊，两端放高转化，中间放高展现啊，这样的一些词。所以说那么因为什么啊，因为搜索引擎它的一个工作原理，也就是当买家搜索关键词的时候呢，它是先从标题的两端开始收录啊，就是从两端往中间收录。那比如举个例子啊，比如老师在这搜索啊这个中长款棉衣女，那么当买家输入中长款棉衣女进行搜索的时候啊，那么搜索引擎是先从你的标题前面和后边往中间开始收录啊，也就是在监测，哎，你标题前面有没有中长款啊棉衣女，还是后边有没有。如果说你前后有中长款棉衣女的话，就是不管前面还是后边是优先被收录到的。所以说呢，那我们在做标题的时候要记住，当我们选择了一些前期啊，我们选择了一些精准的长尾词啊，也就是说标题的首尾呢，尽可能去放我们选择出来的这些买家搜索词啊，就是放一些什么词呢，就是我们选择出来的一些这个精准长尾词啊，也就是说和我们宝贝相关性比较强的一些买家搜索词。记住是买家搜索词，不是你自己组合的啊，明白了吗？哎，是真实买家经常一些搜索的关键词啊，不管你是用生意参谋还是用下拉框啊，还是用我们直通车等任何工具选出来的一些精准的关键词啊，买家搜索词。那么这些词它具备了有一定的搜索人气啊，而且呢是这个和我们宝贝相关性比较强的啊。那么你如果说自己组合的话，可能对吧，搜索人气啊就比较差了。那么在没有一定搜索人气的前提下，那么我们这样做标题就起到在新品前期就很难被展现，好，很难被搜索到啊。好了，那么中间的话呢，你们可以添加一些啊，因为我们标题是30字对不对啊，所以说中间的话呢，你可以添加一些就是我们宝贝的一些其他属性，比如说像2017啊、新款啊、韩版 啊这些高展现的一些。好，所以说啊，这个简单的就给同学们解释到这儿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做标题的时候记住前后要放一些高转化的相关性比较强的一些精准买家搜索词，中间你可以放一些通用属性啊，像韩版呢、修身呢、对吧、宽松啊这些啊通用的高展现的关键词。那么我们选词的方法在这儿我简单的说到了三种，就是生意参谋、无线端、下拉框和直通车。当然选词方法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生意参谋标准版的这个里边的搜索词查询啊，这个是900块钱一年啊需要购买的这个官方的啊。那么没有的话呢，你可以借助无线端下拉框或者直通车啊。好，那么再来看啊，第一个是我们的杠杆原则啊，我就简单的说到这里，记住了就可以了，以后做标题的时候呢要注重的去使用啊。第二个是紧密排列原则。那么紧密排列原则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关键词紧密排列啊，有利于加权啊，也就是你的关键词在组合的时候，在做标题的时候，如果是紧密排列的这种，它是有利于加权的。什么叫做紧密排列呢？比如说当买家搜索羽绒服女中长款加厚，对不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当买家搜索羽绒服女中长款加厚这个关键词，那么 A 比如说 A 卖家他是羽绒服，他的标题中写到的是这么组合的，羽绒服女中长款加厚，这叫紧密排列。那么 B 卖家呢，他是这样组合的，羽绒服女2017冬季中长款加厚，也就是说他中间加了一些其他的关键词，对吧？那么我们紧密排列原则，买家搜索的是羽绒服女空格中长款加厚，所以说那么 A 的在搜索展现的排名过程中，我们排除其他影响因素，那么 A 的这个排名要大于 B 的排名，就是因为 A 的关键词啊，就是 A 卖家标题中的这个关键词和买家搜索是相关性比较强的，就是买家怎么搜他是怎么写的，那么他又满足了什么呢？哎，紧密排列的一个原则，对吧？就是关键词紧密排列，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它的权重肯定要大于 B 卖家的。当然我们现在的一个排名的啊，这个权重它是综合性的，不只和这些有关啊。所以说呢，但是其中这也是一点啊，所以说我们做了就比不做啊可能说权重要高。所以说在我们组合标题的时候要注意啊，尽可能选择出来的关键词呢不要给它拆分啊，尽可能的把优质的关键词、买家搜索词给它组合在一起。那么比如说像后边这个呢，老师给同学们在搜索的时候呢也截图过，然后同学们来看一下啊，就像这种，你看这个第一个标题啊，
中长款加厚羽绒服里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它的排名要大于第二个。你看第二个是中长款大毛领羽绒服里加厚，这加厚在这儿，羽绒服里在这儿，中长款在这儿，对不对？它这个词是拆分开的。那么第三个呢，来看一下羽绒服里中长款它没有加厚啊，所以说它可能比这个排名还要是吗啊，还要这个低，就是因为相关性太差，买家搜的是加厚，那你没有加厚，对不对啊？所以说啊，第四个也是一样，对吧？它比它拆分的还要散啊，又没有加厚啊，所以说它的排名可能比它还要厚。这是我们 PC 端啊四个排名，就是一排的这个排名啊。所以说这样我们能看出来，标题在组合的方面呢，它并不是没有技巧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紧密排列原则，那我们在做标题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自己选择出来的关键词呢，对吧？一定要这个紧密排列在一起，这样有利于我们在买家搜索的时候呢更优先展现啊。好了，那其次呢我们来看一下排序原则。那么排序原则也就是因为标题呢啊，我们标题的作用不只起到是展现和曝光的作用啊，那么它也针对于买家也起到了引导买家进行点击和成交的作用啊。那么我们同学在购物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用手机端购物，那么在手机端购物的时候呢，我们也有的时候也能看半个标题，对不对啊？可能跟 PC 端不一样， PC 端的话我们能看全标题，手机端可能我们只能看一个短标题或半个标题，对吧？所以说，但是我们有一些买家在看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可能说我对于一些类目或者产品，我先读一下你这个标题，通过你这标题呢，我来了解一下你宝贝的一些属性和特征，就是你的一些卖点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举个例子，比如老师我这个买，我自己在买这种键盘设备的时候啊，比如说鼠标啊键盘啊，包括一些就是像这个电脑啊，我会干什么呀？可能说通过它的标题我来了解一下是不是我想要的。因为可能像这些产品啊，它可能这个通过图片啊你看不出来，对吧？你比如说键盘，对吧啊，它是这个适合这种游戏键盘还是工作键盘，它的键对吧是哪一类型的键，你看不出来的。我们只能看个大概，我要通过你的标题来了解到，哎，比如说你的鼠标是不是无声静音，对吧？你的键盘是不是这个啊，是这个红轴的还是茶轴的还是黑轴的，对不对？那么我们都要通过标题来了解到。所以说那我们在做标题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排序原则，也就是说既然买家要通过标题了解我们宝贝的一些卖点还有就是啊功能属性，所以说对吧，我们尽量就尽可能在做标题的时候，我们产品的一些核心属性以及我们的产品的一些核心卖点啊，我们产品的一些卖点词尽可能放在标题的前边啊，也就是说我们标题前边就是开头尽可能填写一些我们产品的核心属性词以及产品的核心卖点词，就是找一些这样的精准汤位词放在标题的前边，因为消费者在读的时候是从前往后去读啊，所以说这样更容易让消费者了解到我们宝贝的一些属性特征啊，从而进行啊点击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带来精准的流量，对吧？哎，也就是更容易让消费者了解到我们宝贝的一些属性啊。但是注意一点啊，不要堆砌属性啊，比如说你的宝贝是啊中长款加厚什么什么啊，就把这个属性往前面垒，这样也不行，要注意买家的可读性，就是读起来要通顺啊。那么你像这个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这种标题做的就比较不错，你看它前面就是啊，比如说波司登，对吧？羽绒服女大毛领中长款，就是把我的大毛领啊中长款啊，对不对啊？我这个啊加厚啊等等，我尽可能往前放，对吧？是不是啊？你看它开头啊，这个结尾也符合了我们的杠杆原理，你看它结尾是这个户外啊白鹅绒啊外套，对吧？就是一些重点的核心属性，是不是？所以说当然它是品牌的啊，这个品牌的坐标题呢就可能跟我们的一些正规坐标题就是普通还不太一样，因为品牌会有品牌的一个市场，但是大致是相同的啊。所以说那么这一点啊也是我们在坐标题过程中要注意的，这是我们的排序原则。好，那么这三点原则我们在组合标题的时候你要围绕这三点原则去做标题，那么它有利于我们前期，也就是新品在前期更容易获取关键词搜索的一些展现和排名啊，更有利于引进来真啊，就是精准的流量啊。好了，那么今天的啊这个课程呢，就教导同学们这些。好了，那么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同学们，再见。